葡萄牙，召唤，今天感觉是这个，这样可以，跟我们家宝莉好像啊。大家晚安，大家好。等我30秒。早安，晚安，早安，晚安，晚安。好喜欢护壳。我来找一下下，我要来回个讯息。等我一下下，噔，大家晚安。新主题真的很美耶！我用咖啡币买了那3个特价品，我还没，我还没，我在等，因为我想要等那个咖有没有那个咖尝那个咖啡豆的那个，你知道吗？我还没买，想想什么？想你们。Hello Sam， 刚睡醒吗？早安哦，不是，我刚刚刚忙完，我刚去，嗯哼嗯哼，就是对，嗯哼嗯哼。这是什么？什么意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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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等一下哦，好像有点。大事发生，大事了！谢谢阿贝，谢谢阿贝，恭喜日榜第一！谢谢暴力熊的风氏族，谢谢阿贝的相遇，谢谢猫的火箭足球，谢谢木木，谢谢牧草的应援棒。大家好，谢谢带爸的行李箱 ，Hello 史密斯，谢谢带爸的浪小宝，谢谢大家 ，Hello 我回来了，对不起，我刚得知了一个很刺激、很刺激的消息。什么东西？主要毕业了。怎么被发现了？好的，又是不能说的吗？对，大事，主要宣布结婚了吗？跟谁？你就会问跟谁？你看这个，我今天的手发生什么事了？我刚刚差一点点不小心唱了，差点不小心唱了不可以唱的歌，吓死我了！我刚差点。谢谢可乐的小鸡蹦蹦，毕业太好了是什么？总之不是好事嘛，不确定。晚安猪肝猪，晚安大家。今天已经开始穿那个毛衣了，我是短袖毛衣，酷吧酷吧。今天放个猪肝是在干嘛呢？好运来吗？好运来。灯哎，怎么这太久没唱，忘记怎么唱，我想一下哦。好运来，祝你好运来，好运带来了喜和爱。谢谢大家的全力声援，我就知道大家很喜欢我唱那个好运来，就知道大家还是最爱我。闭嘴嘴，可以唱啦，反正又听不出来是哪一首歌，不行，一定会被发现。
HOHO 说他明年要来握手会了，为什么 HOHO 是女部的他？哎、欸、HOHO 什么好运都被我唱走了，是不是被我唱走了吗？不行，我现在脑袋里面全部都是那首歌。嗯哼哼哼，有人知道我在唱什么吗？谢谢嘎嘎 B 的加油呀呀，可以不要唱吗？感觉听完哎、欸、什么声？怎么可能？不可能吧？恭喜嘎嘎 B 月榜 number one， 刚进来就好运来嘛？对呀，哎、欸，但是我是要真的说，最近大家说年底哦，大家就是要注意安全哦，注意行车安全，注意出门的安全。我真的这是最近，我最近这是啊，我已经做错两件事。第一件事情就是在工作的时候算错钱之后呢，这样就算了。啊！我还把我的钥匙掉在楼梯间呢、欸，不是楼梯间，电梯间里面，真的好夸张哦！哇，真的是很夸张。哎、欸，这是什么？咖啡豆烘焙机还有吗？还有第四弹吗？如果有第四弹，就会有那个保存的那个，但是好像有哦，感觉有那个保存的那个哦，感觉有哦。我来等一下保存箱好了，我去捡。猪猪车子被刮到、哦，哎、欸，不行，呸呸呸，乱讲话，我的宝贝车不行。谢谢吉米周的守护灵。所以发生什么事？就是发生了很多的事情，我真的是整个大骂。谢谢大师的告白气球，我不管，我全部都要。你四个都买了吗？我对不起，我没有那么有钱，我没有那么多咖啡币。谢谢吉米周周的守护灵。嗯，什么钥匙掉了？幸好是钥匙，不是要什么？哎、欸，最主要是我没有发现这件事情，而且是好像是掉到电梯的那个，就是那个缝里面。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哎、欸。然后好像说他们今天就是请他们来清，就是。下面就是看有没有人掉东西还是什么，然后就忽然在发现有一个钥匙，然后那个钥匙呢，就是在想说，哎、欸，就看了，好像是看了那个监视录影器，然后就想说看是谁掉的，就看，发现哎、欸，好像是我掉的这样，然后他就传讯息给我说，哎、欸，请问一下，这是你掉的钥匙吗？我还想说不是，那不是我掉的，清那个电梯的下面，你想干嘛？哦吼。也太惨了吧！我真的没有发现。谢谢自伟哥的真情告白，这主题真的很吸引我哎！我要把黑色主题换走，没有，我要把我的阁楼换成那个，换成我想要的那个。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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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欸，我还没有看过那个哎、欸，我还没看过那个艾美丽，现在她怎么样？竹竹变成管委会名人了。讲到这个就觉得管委会真的是蛮辛苦的，还敢否认啊？还想否认啊？啊，圣诞小公主吗？对，我想当圣诞小公主。请问你掉的是金色的钥匙还是银色的钥匙呢？我掉的是一个铁的钥匙。你平常用不到钥匙吗？怎么可能没有发现？它是那个我的那个小柜子的那个钥匙，然后放在一起，好好看哦！哎、欸，你们看，好好看哦！给你们看，漂亮哎、欸，哎、欸，很奢华哎、欸，这个有在奢华的哦，这个有在漂亮的，我的阁楼要弄成这样，哎、欸，这好好看哦，烘焙。等一下，我看一下它有没有藏那个的箱子，如果没有的话就悲剧咯，真的就悲剧咯，就很悲剧咯。咖啡机我没买到。是什么烹饪机？我不想要烹饪机啊，还是我的这个要？这是什么？烘焙机好漂亮，它挂在那儿好美啊，好想要啊！Hello， 伯安虾宝，为什么叫伯安啊？你算错竹马的钱吗？算错什么竹马的钱？等看我的一个月后给我看，好，一个月后给我看。烘焙机才好用吧？烘焙机一点都不好用，烘焙机我喜欢用那个。水晶的那个，跟大家分享这个超好吃的饼干，我真是爱惨了。上一次我在拍，就是上一次拍生写真的时候，然后呢，那个那个
那个摄影大哥就有准备饼干给我们吃，然后他就准备了这个，我吃了以后就天哪，我真的爱了，我真的爱十遍呢，真的。哇，酷酷酷酷酷买两包。晚安，沙宝，你看我已经长痘痘，我还是狂吃，真的超好吃的。义无反顾承诺啦。烘焙机可以当几个不同类型的烤箱，你知道吗？我知道啊，我的烘焙机就是那个水晶的那个啊，就已经有了，就还好。我又爱又肥，爱食便又是新的口头禅嘛？对，新的口头禅。跟着月月的小喇叭，小心你的肝，不是吧？这应该是要小心我的胰脏吧？我跟你们讲，我才几天，我好像才一天还两天没有吃那个解肝的那个药，我跟你讲，痘痘就已经爆出来了，真的很恐怖，真的超恐怖的。为什么压皱我呢？好喜欢哦，好喜欢咖啡厅哦，我真的真的很喜欢啊啊啊、但达达特工我也好喜欢玩，我最近好爱达达特工，达达特工真的超可爱，但是我还是必须说那个咖啡厅我最爱的肝花和肝癌。对啊，因为肝好像没有痛觉，所以它就是会，它就是会那个叫什么，就是会很严重这样子。你也是我的小心肝啊，小心肝吗乔日豪？我也是小心肝，是不是？大家都要小心，不要故意咬这么大声。ASMR， 你知道我真的好喜欢，因为你知道我现在就是不能吃甜食，我只要吃甜食，我身体就不舒服。然后我很渣嘛，我本来就很渣。然后反正我现在只要吃甜食就很不舒服，然后吃很油的也不舒服，然后我现在也不能吃红肉，我现在只能吃白肉，然后跟青菜豆腐汤，然后我现在真的就很痛苦很痛苦，我只要偷吃一点点甜的或偷吃一点什么，我跟你讲我的胰脏就简直是快要爆掉了，真的是快要爆掉了。煮煮何时会变齁嫂呢？不可能这么，不可能这么爱齁齁吧。然后啊，我们哇，我们有中哦，哇，我们进小时榜了，快快放快放，差点唱那个哒啦啦啦哒哩啦，不行不行，我们不能唱这首歌，我们要唱阿爸阿爸阿呀阿哩的。哦，我的 KKBOX 当机。哦，谢谢追踪。白肉可以吃鱼嘛？但是因为我现在开刀，所以我就不能吃海鲜。Oh my god， 我的 KKBOX 已当机了。为什么会宕机呢？没有可能，没有可能。冲啊，孩子！孩子跑啊！跑！好。再次，再开一次。成功了吗？什么意思？抬头望星星一点亮。那 KKBOX 又要更新了吗？不是才更过吗？好吧，那我们就用 YouTube。YouTube 是什么 ？YouTube。跑不到。大家好，欢迎来到祖祖的直播间抽红包。我这里是我是 AKB48 TTP 的原子祖祖祖。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就是可以点点追踪。然后呢，如果喜欢我的话呢，可以到 IG 去搜寻我的名字。欢迎大家来抽我的红包。然后现在这首我在放的歌呢，叫做《烤火的房》。烤火的房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哈勇电影的主题曲。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 YouTube 上面搜寻。现在他刚刚就是最近才刚刚就是上的 MV， 对，完整版 MV。
光。哑巴呀呀，是我常听的话。阿爸阿呀，多高就起一簇嘎。听着爸爸讲古老神话，烤火的风，雪在下，抬头望，星星一点亮。这么容易卡的电脑，怎么还敢拿来打游戏呢？我最近都没有打游戏，我最近都只有玩打打特工。忘记从前。烤火的房谁唱的呀？这是我们家阿丽唱的哦，会有不一样的原子族哦。没错，追踪我的 IG 会有不一样的原子族哦。的夜晚，阿丽最近去打耳洞了耶。对啊，好可爱哦。谢谢光太的加油呀。骂脏话，他是说什么东西？对，他在问说是什么东西，他没有骂脏话，对不对？等下被骂，我怎样？不是在玩糖豆人吗？对啊，可是因为最近就是没有时间玩。嗯、一条街上，可是 IG 都没有泳装照了耶。不要吵架，不要吵架。哎，竹竹，你自己出泳王不就好？出泳王是什么意思？我觉得吼，有一次有一点牵强啊。我自己出泳装不就好了吗？好，你说我自己出泳装照是不是？然后就被ban掉这样，好像可以哦。来一下，对不对？我们来叛逆一下，对不对？我们就是要当坏小孩。我们来自同一个地方。我又没差，什么叫我又没差？再见面，演戏的地方，相聚演戏的地方。高差泳装吗？泳装吗？放限动可以出现12个小时，明明就是24个小时。然后还有这个真的是很感动啦。因为我不在意，要挑战发泳装照会不会被关几个月吗？有点想。24小时，还是我来试试看。我觉得你应该要来一下，可是我们不如等到夏天，大家觉得如何？好的，那么现在这首歌呢，就是《烤火的房》，汉永家《烤火的房》，希望大家会喜欢哦。是我们林廷丽唱的歌，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烤火的房》。接下来这首歌呢是《梦之河》，《梦之河》呢是我们的丽姐姐还有我们的诗雅合唱的歌，希望大家会喜欢。最近的 cover， 好吧，也一阵子的 cover 了啦，但是就是对。才12小时而已，小迪实测什么意思？你只会被叫进去会议室啊，应该不至于会被关几个月吧？停止活动。你别想荼毒三级生，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想干嘛啊？什么？我想干嘛？夏天被 ban 掉就可以出去玩吗？好聪明啊！哇，计划通。究竟什么时候？一个人和大家走丢，烈火轰然和曲折颠簸，一直等，恍然我们人如昨，依旧陪伴你左右。现在被 ban 握手会应该会赶不到，好的，可以把卷填起来了。
那不行，那不行，那我们等晚一点。好的，这首歌呢叫《梦之河》，是我们的丽姐姐还有诗雅一起唱的歌，大家可以上网搜寻《梦之河》，也是蛮好听的一首歌，就是蛮推荐大家，就是毕业季的时候可以推荐给大家的，你知道，就是各位的主播们，还有各位的大学生朋友们，这样子，对，推荐给大家，希望《梦之河》以后会成为固定的毕业歌曲歌单之一。怎么听起来很想被 ban？ 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会被关到约满？我操！你被 ban， 我可以省不少钱，或者名正言顺转推。你们这些家伙哈，抓到了啦！你这些人。唱到哪里了？相信我，相信我。等穿透黑夜的尽头，目标在拂晓闪烁，梦之河上漂流，小船划惯的晃动，渐行渐远模糊了轮廓，强忍颤抖不安的焦灼，看着你背影一抹勇气在我胸口翻涌，挥别不舍纠结，情真中再见，就相约彼此重逢的那一天，寂寞无声蔓延，擦干泪的几笑脸，让我好好送你这一回。梦之河上漂流，小船晃漾着余波，黎明前悄然靠岸停泊，灯光朦胧，由我来破风，踏出未知的辽阔，向前走，带着执着，梦之河潺潺流，纵过之潮我掠过，转眼又匆匆傍晚以后，不知不觉每个人通通抓牢希望的船舵，不放手，努力划向初衷。你如果握住了梦，我不会领接你走。现在终于可以好好的唱这首歌。之前只要唱那个梦之河，现在终于可以。梦之河潺潺流，小船缓缓的晃动，渐行渐远模糊了轮廓，强忍颤抖。我握住了10，可以走了吗？我差点想说你握住了10是什么意思？谢谢唐老鸭的屁屁的大声说爱我，希望大家会喜欢这首歌，这首歌叫《梦之河》。如果大家还在的话，希望大家可以推荐给你们的主播哟，爱你们哦。那我们要来听个单身潜逃嘛？我们要来听要听类几歌了吗？十是谁啊？我也不知道。我觉得旺旺旺，幸好主厨不会唱六单的另一首，不然大家都跑光了。你说，rumor 嘿嘿，这都胡说。半小猪，我是小猪。Hello， 瓜牛。原来你其实想骂我猪是吗？追风。ダメですよ。Hello， 德全。安对哦，安对哦，闭嘴。我们来听类几歌，好久没听类几歌，这首歌放完就歌曲，今天就先暂停一下。闭嘴 ，des， 不要 des。如果我们转推，你应该不会太难过，不会，真的不会。TP 扛把子嘛，好恐怖哦，这个名称好恐怖，还是因为喜欢，只因为喜欢你，当然是未来果实鲜呐。我也和你一样，曾经年少轻狂，受了一点伤。我们。
们都是一样，相信永远不变，但坚持就有点难。就让记忆中的爱慢慢烧，烧痛了我们就逃。带着现实的卡，这年我剩余的微笑，通往没有你的轨道。就让记忆中的你慢慢老，老去了谁也得不到。带着我的祈祷，这年我累积的问候。四柱之一，你自己说的，还有一把鼻涕一把眼泪，一把鼻涕一把泪啊。Hello Sky， 这首歌是我们丽姐姐的自己一个人的 cover， 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去听一下哦。爱你们呢，啾啾哦！谢谢德全的大声高，啾啾啾。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坚强。不爱哦，没关系，我爱就好。好爱我自己哦，不是吗？还有明年要记得，对对对，我其实有在想说可能跨年的时候就要先去了，如果有空的话，如果有空的话，我希望可以去。对，我们和你一样，曾经年少轻狂，受了一点伤，我们都是一样，相信永远不。我比较想要揍你，不是爱，要到农历年了。可是我想要先娶。爱慢慢烧，烧痛了我们就逃。民俗说是在过年农历年之前要先安好。对啊，我觉得好像要哎、欸，要先安一下。去慈幼宫吗？安太岁？我个人是习惯去那个啦，那个天后宫。这年我累积的问号开始一次的单身前头、正月十五之前，天后宫中部的那个天后宫，你要开车带我去是不是？是吗，德全？谢谢德全，你跨年去安就算是今年了吗？就算是今年了。累积的问号，对，累积的问号，累积充满问号，鹿港是不是都可以？没有你的轨道，就让记忆中的你慢慢老，老去了谁也得不到。带着我的期待，这点我累积的问号，单身前逃。德全会被 ban 一年呢、欸，谢谢德全。只是我先说，开完你的握手会，我就不会去了耶。对耶，慈幼宫就是嵩山妈祖，但我真的，我也好喜欢，我也好喜欢，好喜欢妈祖娘娘。妈祖娘娘真的是，就是每次在海边的活动的时候，妈祖娘娘真的很保佑。Hello， 明明，通往没有你的轨道，就让记忆中的你慢慢老，老去了谁也得不到。我也啊，你喜欢，他叫什么？那个叫什么？廖美芳吗？还是什么？德全这样你。德全这样，你这样还握不到果果跟七七耶，这样是所有人都没办法。还是你要拜母娘？你说那个吗？可是我们是不是不能讨论这个问题啊？就是我偶尔也会去，我也会去教会，这是真的。如果大家会在意的话，就是我真的也会，所以大家不要生气哦。对。我们就不讨论宗教了，好，先等等，反正就是我会安太岁，就是这是对习俗习俗。Hello Raven， 故事寂静，盏盏未落笔，一幕幕曾经，脑海放映铭心，不想不念不听，心也不再泛起涟漪。天灯亮起，相聚别离，
人来人往中更替，在谁眼里寻一个你，不负此生，不负相遇，不负我偏向苦海去，只为渡你。也太高了吧。踏遍荆棘寻一个你，不远万里只为这朝夕，从天下赴京不负你，从天下赴京不负你。这真的太高了，这真的高到一个喉咙爆掉了。从天下赴京不负你，真的会生气，真的有人会生气。Hello， 沙宝，我想你的时候，你可以想象中那么简单的事情是什么意思？讨论会怎样？讨论会被笨掉？不要生气。我是没有拜过月老了。哎，对耶，对耶，月老，我有听很多人说月老啊，要真的要讲得很仔细，很仔细，很仔细。我之前听到的故事是这样，有两个故事。第二个故事就是他讲了很说什么身高体重，然后什么他要怎么样子，然后单身什么什么什么。然后后来最后呢，那个他那个人就出现了，然后那个命中注定那个人就出现，然后他说可是他真的很后悔没有讲，他说他真的没有想到说他就是有秃头这样，他说他没有讲到说要有头发这件事情，所以他就觉得说，他这件事情对他来说就觉得，他一定要讲得很清楚这样子。然后第二个故事呢，就是他讲了很多，比如说哦什么什么长相要带什么样子，然后什么他身高要多少，体重要多少，然后大概身材怎么样，然后什么工作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他就真的然后那个故事就是那个人真的，他那个人就真的就出现了一个这样子的人。然后跟他在一起，然后到后来他还发现说啊，他不是单身，因为他没讲说他要他单身，所以他那个人到，那那个人来了，但他不是单身，所以大家一定要讲得很清楚，去拜说什么要讲身高、体重、长相，然后年纪，然后有头发，然后还是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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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类的这样。听到林俊杰在桃园球场练歌，哎，真假的？好了，我记得拜过月老，六年前跟前女友拜过就分手了。该怎么说呢 ？Hello， 喜恩，还不赶快去看，还不赶快去看留言？看什么留言？去拜黄大仙。祖祖，刚刚有人说想要关我布，哎，真假的？想要关我布？谁要关我布？月月相信我了，祖祖这个贼包，讲归讲，不会真的要我去摘了。问我话就算，祖祖没看到问我话就算，可以省一笔。哦，吼吼说要关布是不是？来看一下，祖祖有想要关布的想法吗？有，放心啦，他那边有断元祖师。什么是断元祖师？没有这个人，听勉强的，也太仔细了吧？对啊，我听说嘞。所以你求了谁啊？我没有拜过我不敢拜我真的不敢拜。你不觉得很恐怖吗？就是这种东西是，我觉得啊，我自己觉得是，就是可能。缘分这样子，对对对，就是不然我觉得很恐怖你就说哦，我的条件是我想这样这样这样，只要一个没想到来的那个人就会很恐怖你不觉得很恐怖吗？只有我觉得很恐怖我觉得超恐怖的。我就忘记说不要原子族了，难怪。羡慕有女友真的齁，直接给他报月老身份证字号，你就不要报一个很恐怖的，小心哦。逆缘月老会请他处理哦，真的哦，真的哦，好恐怖，好酷哦！有些月老能求事业的贵人哦，哎呦，害我很想去，害我很想去拜，真的假的啊，西恩，真的假的？哦，所以如果我说我去，然后我去求说，希望我事业上可以有贵人，然后就可以，是不是？人际关系都可以找月老啊！哎呦，我最近要去拜一下，希望新的一年事业运顺顺，好不好？干啦！如果废你就挂了。
我直接跟月老说我要原子珠好了，你要你直接跟他讲说你要原子珠，但是如果是逆缘的话会不会很拘啊？林俊杰应该不用拜。林俊杰什么意思？ Hello 牧草，我们关系可以找月老，我说求更多粉丝的部分。你是说我们两个都求更多的粉丝吗？ Lingo 已经很多了。Lingo 你粉丝很多耶，你知道吗？桃花的话不能找月老，桃花不能找月老是不是？主族贵人不够多吗？没有，就是希望就是你知道吗，顺顺这样，然后就去拜一下这样，知道吗？新的一年，毕竟我明年是兔年嘛，对不对？是不是应该去拜一下？感觉明年就是什么任何就是教堂也去拜一下，然后庙也去拜一下，然后还有什么？就是对。我刚刚听他练习免钱呢，哇！化作一团风利剑，刺向了我，却爱模糊光影距离，连世界都暂停，却都只是因为你决定，你是心中唯一。关系来不及，哈哈哈哈哈，来不及。不是啊，拜太多神仙会打架。哦，真的吗？我们可以去拜堂结婚，到处拜一下。那我要跟我拜堂吗？不可能，大家都想要拜堂吧？月老是正缘之神。哦，所以你的意思说，如果是不是正缘的话，就是都拜拜这样，是不是？再怎么孽缘，应该也不会。不要这样子，月月，我们就是好，要好聚好散，好聚好散，不造口业，不造口业。不管怎么样，就是我们要学习，就是留点口德，对不对？留点口德，不管如何都不说人家的不好，对不对？我们都要检讨，也许是我们让对方这样，对不对？是不是？对不对？检讨检讨。今天开到几分啊？我刚刚才洗好澡。我今天哦，我差点说早上八点啊，没有啊，开玩笑，没有，没有啊，没有，没有。那你要跟我去拜堂吗？神社也去一下，还没去过神社。哎，清真寺，哎，我没有去过清真寺。哎，那大家有没有看到最近有一个新的新闻，就说有一个日本女生，然后就去印度恒河，然后印度恒河不是他们就要圣河要。晋升三次嘛，就是在进水里面三次，然后说那个日本女生她就去，然后就跟着入境水所，然后就这样进水晋升三次，在河里晋升三次，然后晋升完以后起来就生病，就病倒不起的。有人看到这个新闻吗？就过敏了。你有种就看到早上八点，我明天放假哦。不行，明天早上我们一大早要 1, 2, 3, 4 你这样不太好，土下住。身体的话，嵩山奉天宫，不过奉天宫最好是大年初九前去拜拜。为什么要大年初九前去拜拜？脸要正圆会有一点困难，脸正圆的话，可能就要就什么勒绷带什么弄的啊。造口业，我只对你嘛。好吧，主族真的很不好。什么东西主族真的很不好？桃花要拜狐仙哦。哦，可是这个是就是是正庙嘛？主族放过天灯嘛？话说你的 recite 复习进度如何？想让你练唱一些歌。初九是天公生啊。哦，所以你有时间练 TP 以外的歌吗？暂时真的可能有点不行。啊，好紧张哦，怎么办？我现在很紧张，你们不要，等一下不要，你们不要，我现在你们这样害我很紧张，我现在超紧张。秀一宝宝，来不及，我的长颈族粉团过期了，耶、！跟大家讲一下哦，四月的，大家先准备一下，四月份的时间，大家赶快就是你知道吗？
紧张什么？就是很紧张，我就是会很紧张啊！你在紧张什么？拖什么？拖台下粉丝一起跳啊！这次我不会去，还有15天啊！不要说，晚安，孝一宝宝。4月还这么久，对，大家还有时间可以就是储备一下自己的那个叫什么？那个储备一下自己的那个阳光哈。阳光现在应该没有那个吧，没有年那个时效性吧。4月啊，哦，4月你要发写真集哦，4月份进攻点哦。亲爱的大家，是不是有人忘记我5月生日 ？Hello， 我阳光还有17万。如果没有，如果你就找不到人的话，欢迎加场景主播好吗？伤脑筋，我阳光要给竹姐的说，对耶，我差点要续费。4月刷写真集不错啊，你5月生日，我都不知道哎，真的哦，哇哦，真的是很棒哎。刺向了我，好了，休息一下，我的耳朵偏累，今天偏疲劳，今天忙了一整天了，真的是很累了，啊，怎么办咯？天哪，我真的是想哭却哭不出来，哎呦。你不是每天都在过生日吗？那我发这么多红包做什么呢？我每天都在过生日吗？原来我每天都过来生日，没有啊！我什么时候才能听到《痴心绝对》？没有嘛，是不是就是只有5月才听得到《痴心绝对》？所以我是5月生日 ，OK， 那就笑吧。好，那我们就笑，尽情的微笑 ，Be happy，Don't worry。还是算了，本来想要继续问4月要干嘛，怕你讲太多，还是4月真的没有要干嘛。目前我还没有听到，你都没去公演，听什么？听啥？5月听得到吗？不知道哎。对耶，5月听得到吗？啊，哪里来的痴心绝对？啊，对啊。那就等一下，你的 TikTok 影片是不是产量有点低了？讲到这个呢，就是现在就有点小状况，对对对，现在呢就是我必须要等到一个消息以后才能确定能不能发这个影片，你知道吗？你知道我有点担心，就是我怕大家太爱我这样。4月你要发100个红包吗？100个红包好像500乘100包等于要个10倍，千万要5万块，5万块除以它的汇率是多少？20吗？还是10？2500还是10？还是10？是10是1:10是不是？什么太爱你那是不可能的事情，滚！没有啦，就是等等，我要等一下才能确定。等一下，500乘100。等于除以10的话是各10/1000，5000块台币哦。哎呦，可能可以哦。谢谢竹竹的100包红包，1:8是不是1:8？所以是100乘以500，等于除以8，等于6200，可以。100乘以500除以八，为什么要除以八？是乘以八啦。不要算了，反正你也只是到迷你猪的账号。没有，我没有到迷你猪的账号，没有刷我的卡呢。开不了口的惋惜，来不及。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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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我的圣诞节礼物来了，哈哈哈，开心呐，太开心了，真的很开心。
蔡面面，可爱。什么东西？你赢了？什么东西？我赢了？什么礼物？来开箱。就是那个啊，那个我之前跟大家说的那个拼图啊。所以是100×500×8吗？哎，是除以八哎。哎，那等竹老板分红啦，分什么红？大概半发火箭而已。一发火箭要12000哦。啊，这么贵哦！一发火箭好贵哦。希望我生日的时候可以收到火箭，许愿。来来来，刷我的卡，来 Uno 来来。没有啦，刷我的卡，已经是刷我的卡。火箭很贵耶，你可以等半价打圈圈。好，我可以等半价，等半价，我要收到100发火箭。好好加油，吃米不知米价，我吃米但也知米价，但是我是没有买米啦，我是吃煮好的饭。问号问号问号，倒数二是什么意思啊？倒数两场 reset 吗？我就问你，今年的衣服买了几只火箭？你说。这个。你说一支火箭12000吗？哎，哦，还好啦，还好，还好，还好。哎，哦，12000是不是？等一下，等一下。买50支火箭，50支火箭是多少？还好是50支火箭，50支火箭是吧？没有没有那么多，没有那么多。50支火箭乘以12000等于100000，100000，60000。到底是谁？是不是该叫竹妈不要补档了？30支哦，看来是有10支了。什么？至少帝王阵，帝王阵是多少？我相信他的实力，50支，60万一个帝王阵，60万，那算台币吗？还是60万点在转转？真的有在记哦，很棒哎，没有大概大概大概，没有，没那么夸张，我想一下，应该没有那么夸张。是，但是应该有10支，应该有。有啦有啦有有有有有有，个十百千万十万六六六六六，哇，真的很六哦！个十百千万十万是吗？个十百千个十百千，等一下不要动，个十百千万十万，对，十万，个十百千万十万除以八等于个十百千万83000。一只火箭要83000啊，不是，一个帝王阵要83000、啊，这比一只火箭还恐怖，好恐怖，吓到我的小心脏，好恐怖。既然有10支哦，好好射10发火箭当结婚彩礼娶祖祖啊，结婚彩礼10支而已嘛。你算一下，钻石蛋糕更可怕。钻石蛋糕是什么？是多少？钻石蛋糕多少？多少多少多少？最恐怖的还有钻石蛋糕。钻石蛋糕怎么下个头？你也快花了一个帝王阵，哪有？那你还要火箭吗？这么恐怖。拍胸口有声音哎，好评。谢谢中影的叫刘玉婷唱歌给我听。99999吗？钻石蛋糕也太贵了吧！个十百千万十万除以八等于
千万十万哦，十二万哦，就是十只火箭吧，对吧？这么简单，就十只火箭吧，差不多嘛，十只火箭嘛，对不对？差不多啦，啊，十二万五，差不多啦，差不多啦，哦。OK 啦 ，OK， 但是这样，哎、欸，可是为什么我会觉得帝王镇很贵啊？就是我算成两个了，什么东西算成两个了？25万吧？你说25万是哦？你说两个那个叫什么？两个钻石蛋糕的钱？果果生日收过蛋糕、欸，哎，啊，怎么那么好？我没有收过，大概设了一发汽车的头期款，差不多。不愧是买了15只火箭衣服的大款，没有买哎、欸、什么？不要乱讲哦，没有什么15只火箭，没有，还不如拿来买深血合照，也是可以。了穷，那如果有兴趣的话。蛮推大家十二月的深血真的就是我自己个人蛮喜欢的，我觉得很好看 ，Oh my god， 我觉得我超正，我觉得我简直是美到爆炸，简直是 Oh my god， 七七队长也有哎、欸，哦好好，我好想要，好想要蛋糕，我想要真的钻石蛋糕，大家觉得怎么样？这样是不是就是不止十只火箭了？我想要我的蛋糕上面有钻石。你们觉得有可能吗？跟公司申请。我觉得你很正，谢谢。看在你一直业配的份上，我就买个一包吧，真的很棒。大家请一定要，还没开始，但是请一定要。我只会送你便便。哦、嗯，一个帝王镇10秒，一个月的薪资。哎呦，你一个月薪资蛮多的哦，兔兔。谢谢你，谢谢你告诉我你一个月薪资，哎、欸，你一个月薪资很多哎、欸，你一个月薪水很高哎、欸，水钻吗？水钻也可以，水钻其实也蛮贵的哦、喔，其实。钻石蛋糕，谢谢大家。不免俗的问，是你喜欢还是我们会喜欢？是我喜欢，你们也喜欢吧？今天这个直播当我没来过，我什么话都没有听到。你知道钻石跟木炭的成分是一样的吗？我知道啊，就是碳啊。我知道，但是就是高温高压，所以那个时候你哎、欸，那你们大家知道有一个叫做钻石的那个吗？的那个葬礼，就说把你的那个骨灰压成钻石，会是水蓝色的，所以是多少？我可以去扣 Many 上的，去扣 Many 是什么意思？上的水钻给你，有兴趣吗？请问什么是 Many 上面的？拜金绿茶烛，所以我们送木炭，你自己压结案。那个机器很贵耶，骨灰做钻石这个听过？对啊，你知道曾经竹妈跟我讲过这个，我说我可能会我这一代我会觉得很有纪念意义，但是再过去呢，就是我下一代就会害怕、欸，真的会怕、欸，就是你知道吗？偏恐怖。对，你们懂我的意思吗？就是这件事情是偏恐怖，钻石很久远，一颗就破产。为什么一颗就破产？那我送你，呸，吼吼，不要乱讲话，好好给我活着。呸，光阳的 many 是什么？自己的亲人为什么会恐怖？对啦，有一天我的后代会打开盒子，跟他的小孩，不要这样。但我觉得有点恐怖，我觉得算了，不如我们就不然，你不觉得变成就是先树葬或花葬会稍微好一点点吗？就是变成一棵树，然后变成一朵花，就会觉得啊，就是像大树一样庇佑着我们这样。对，你自己开的这个话题，好，对不起，我们不要讲这个话题，我觉得好恐怖。我以后都会拿你的神血去跟小孩说，看，这是你妈。这个吧，搞不好缺钱就被变卖了。可是正常的人看到是蓝色的钻石，不是就应该知道说就是，对，就是。晚安，爹爹。
谢谢丁丁的守护灵。可能除非像那种，比如说像那种什么，就是很非常非常非常有钱的，比如说比尔盖茨这样子，比尔盖茨的钻石这样，这可能就真的蛮具有收藏，可是好像也没有收藏的意义，就是不如我们就你知道吗？就回归这个大地这样子，大家觉得怎么样？变成灰也认得你，不是很幸福吗？猫狗就有了啊，什么是叫猫狗就有了？什么？我要把你阿妈卖掉？黑猫梗是什么？正常人会知道吗？正常的人会知道吧？应该吧。嘟噜嘟嘟嘟噜嘟嘟噜嘟嘟嘟嘟。其实刚刚说，我才知道颜色有分啊！真的吗？猪猪没有看过魔法阿嬷啦，对，我没有看过魔法阿嬷耶。好恐怖。继续出事去看，没有看过，对啊，没有，没事，把这个声音关掉，好了，很好笑。我刚刚讲什么东西讲到一半，我刚脑袋被打断，等一下，哦，我们讲到这个，你这个之前有讲啊，因为好像说什么骨头里面还有一个什么灵吗？是不是灵？就是，对，就是。好像是零吧，文音阿姨配音的啊，魔法阿嬷吗？我不知道哎，魔法阿嬷是什么？魔法阿嬷，魔法阿嬷，哎，我真的没有看过魔法阿嬷，哎，我真的没有看过，真的没有看过。零，对，好像是零，就说因为它里面含有零，所以呢，它在压缩的时候，因为没有办法撇除掉，所以呢，就会变成说你做出来的钻石是有蓝色，所以是蓝钻。你要唱歌，唱那一首一直在我脑海里的歌。大家知道我在唱什么吗？然后你知道我上一次唱歌，然后面面就说：“哎，你唱这首歌不会有版权的问题。”我就说什么意思？然后那个我忘记是谁就在旁边就说：“他说他的意思就是你都没有唱在 key 上，听不出来是这首歌。”我说：“蔡面面，不知道，我还没有开始听。”我最喜欢的歌，面面好呛哦，笑死！听得出来吗？刚听得出来吗？哭，这是哪一首歌啊？睡到底是啥？在那边呜呜呜，你安静。蔡面面想跟我一样，我刚刚也是想这么说。抖头。现在是要证明自己的音准吗？没有。之前人家在信义踩点跳舞被 rapper 说对不到拍，你给他呛一下吧。之前人家在信义踩点跳舞被 rapper 说对不到拍，你给他呛一下吧。什么意思？你确定是歌吗？确定。
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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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不是睡觉打呼吗？睡觉打呼是好了，我不要再唱了。面面快闪的对不到拍黑历史。不要呛他啦，对不到拍这没办法，快闪的真的。我要帮他讲话，不要那么凶，人总是有失误的时候，就是他那一次就是失误的时候。在哦，我就，啊，忽然间有一种疲劳感上头。二姐一凡的泡在一起哦，对，最近是泡温泉的季节，好想去泡温泉哦。我想去泡温泉。哎呦，不小心唱出来了，出事！我好想去泡温泉哦，真的想泡温泉，很想泡温泉。我想泡温泉。泡温泉，祖祖睡觉会打呼吗？我们不会阻止你，好，你可以泡我。欸，我是认真想要问大家一个问题，欸，就是以前的年代讲的是泡妹妹，然后后来变把妹，然后呢，现在后来变给亏。请问最新的把妹妹的词叫什么啊？就是现在人讲的是最近的温泉好远好懒哦，盐浴加减用一下。我们家没有浴缸，我们家没有浴缸。哦，撩妹撩妹，爬七大哦，撩哦撩，现在叫撩妹。安安你好，几岁住哪？这个是 N 百年前的，看出年纪喽 ，no 看得出来哦。我不懂这些，我只会爱你，是不是 ？OK， 100分，给 IG。哦，要看我家的猫后空翻吗？这个应该蛮明显的，好像也不是把妹妹的部分喽。现在很直接啊，都是妹修干谋是什么意思啊？给亏吗？给亏吗？好像是。也已经过时了，给亏好像也过时了，好像现在有新的词，但我不知道是什么新的词。对啊，现在新的妹妹都怎么讲？要来我家吃碗泡面吗？请问你在韩国吗？鸡排，那个不要念出来，我念了，刚刚那个，光太，还好你台语不好，什么意思？那是什么意思？欸，你们不要害我乱讲话哦，还好我台语不标准，直接迷迷了，年轻就是狂，你被麻掉了，追风，你被麻了。我们今天的话题会不会很 ban 啊？会不会很值得被 ban 掉？完蛋了，出大事了！谢谢西恩的缘分相遇 ，WZI。请回一趟公司，笑死了，要被 ban 掉了啦。你的话是要用给洗吗？给洗吗是什么意思？最近偶像流行讲母汤的东西吗？真的吗？十九禁了吗？开狗吗？是什么开狗吗？还好祖祖的台语不好，我台语超烂的。你不是要挑战怎样被停车？你们这些损友们，竹笋，这些小竹笋们。都是乌脑害的，我都比较直接的。竹竹，你要被 ban 吗？你可以的，我们马上出去玩。小竹笋，晚上好哇，圣诞帽，省略过程，直奔本垒。欸，现在小朋友应该听不懂什么是本垒了，没有分一垒、二垒、三垒，本垒没有。现在小朋友就是，泳装照可以先发了啦。我欣赏你挑战的精神是吗？谢谢，但我不敢。什么来的？什么？这是什么？
这是什么？这是什么？为啥你也听得懂分类啊？这是我小时候小学的时候在用的啊。你说什么？不是直接？你说直接上楼吗？哦，还是下楼？直接上，直接就直接说，哎、欸，请问你有电话吗？欸、现在不会，我可以跟你要个 line 吗？啊，我现在没有在用 line 是不是？我可以跟你要一个 IG 吗？这样，我不能讲，我真的你们真的你都倒雷哦，哦，你都倒雷 ，OK OK， 好，你们不能乱讲话，你们再乱讲话我就出事了，我真的不能念出来，我不能念出来，你们这些人我看不懂，我什么都看不懂，啊，什么意思啊？哈哈哈哈。哭啊，我工作就是用 LINE 耶，哭哭我就老。有兴趣 Next Lesson Chill 吗？欸，很会一凡，乱来哦。哦，乱来哦，很会哦， Netflix and Chill 哦。哦，很 chill 嗨嗨哦。有你乱讲话吗？好吧，那把你的 LINE 给我好了，我加你咖啡厅好友。欸，这个好诱人啊，好诱人。欸，这个真的会很诱人哦。残累，读留言要用脑，要小心，真的，好多地雷哦，踩了就爆。你要先看完再念啦，我就边看边念啊，是不是相信你们？是不是很相信你们？坏蛋，竹笋，这群小竹笋们，太过分。竹竹的独门招式，想知道前额叶在。黑历史，真的是吓坏意林的钱的。话说我王国纪元玩腻了 ，TP 还是没接新的游戏代言吗？请问有没有新的游戏代言想要找原子组的？其实我们在训练你过滤留言的能力啦。哦，这个人不念看不懂，对，看不懂，我就雷是不是？别昂视是什么东西？你不要提到钱就卡词好吗？很吓人欸。前额叶 OK， 吃一个饼干。你怎么可以相信粉丝呢？我们都不相信你了。那你们是你们不相信我啊，我相信你们啊，对不对？很相信你们耶。你去找达达特工，看人家要不要找你代言。达达特工，你还有没有要？可是达达特工他还需要那个吗？还需要？他的那个广告就已经很厉害了、啊。你有这么好吗？我也不知道哎、欸，他愿意吗？大家特工愿意找我吗？该念的不念，不念的一直念。我不相信你会准时开播，结果每天晚我不相信你会准时开播，结果晚上开都蛮早开的。有吗？吃卷心饼，咖啡厅有机会吗？你这么用心玩，哎、欸，对啊，我觉得咖啡厅也蛮好玩的耶。怎么办？可是通常好像要那种，就是线上游戏比较多预算在宣传上面。Hello， 琪琪，中午都迟到的那种吗？他会准时的是洗头了啦，我今天要洗头啊，还是不要，我明天再洗好了，好像有点值得明天再洗。不溜溜不溜溜不溜不溜溜，咖啡厅不用氪金的游戏，找你代言没有用啊。有啊，我的如意算盘就是原子组八点开，就是8:20直播的意思，还有时间洗澡。我有点不想洗，明天戴帽子好了，明天好早，感觉有一点点的疲劳，好像会有一点点的受不了，我还是晚一点点早一点点睡啊，晚一点点起床，就不化妆出门，然后也不洗头睡觉，哎，100分，真的是很棒。要下播没？还没？为什么你要催着我下播呢？
不行，我现在真的很想唱这首歌，不行，搞到原主快想别首歌，别首歌，别首歌，别首歌。明天洗吧，多一天，主主就抽一分，越来越有味道。嗯，好味道，逼我冰的。那要洗澡吗？我考虑一下。你不要诱惑我寄一箱干洗发给你，我不要干洗发，不要干洗发，你让我头发可以蓬松的那种就好了，你知道吗？有那种蓬松。干嘛看我鼻孔？我逗你哦。嗯，每次看人家鼻孔。嗯，哎，我的痘痘，我的痘痘一直爆掉，一直一直爆掉啊！我好期待，哦、我真的，哎，我想要，我哎哎，你们私底下，你们私底下开一个赌局要不要？就是看你们有没有人猜对我的 uni 曲。那如果猜对 uni 曲的话呢，就是没猜对的人呢，没猜对的人呢，一万红包。可恶，这个人的崩图比我还多，不好说，不好说，怎么样怎么样？又赌，多爱赌啊！欸，我真的很想要看大家有没有压对，我很好奇大家，我很好奇大家就是心目中就是我会被排到哪一首歌？你说十二月公演嘛？当然不是啊，是新公演，赌鬼，一包小包红包嘛？对，一包小包红包。不强求。那如果那然后我赌是什么呢？我赌猜对的人比猜错的人少，就是猜错的人比较多。那如果猜对的人比较多的话呢，我就发红包。我觉得你很适合钢琴师哎，真的哦？确定吗？唯一可爱的只有吃手手的那张。那我们一定说我们都猜对啊，那当然不行啊，我要提前知道你们谁猜什么啊。最母汤的 innocence 应该有你吧。嗯，Hello 人好，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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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谢谢万神的 Hello 人好 ，Hello 卡缪。谢谢万神的火箭足球，火焰足球破绽。反正我不参与，等抽红包。哎，怎么这样子？因为神应该要找小朋友跳啊。反正你们就猜嘛，你们就猜，你们就猜啊！快点放线动来猜啊！不行啊，不行，不行，不能放线动猜，不能放线。这个人只能我们直播的时候偷偷聊天。我觉得你很适合当 Hello Center。祖祖赌性坚强，你的刘海是不是太长？对，我刘海有点长，怎么办？我好紧张啊！我好紧张，我好紧张，我紧张 reset， 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你刚才听 EXID 的阿丫吧？这样可以忘记刚刚哼的歌，俗辣。妈妈说小孩子不能咪咪，什么意思？洗干净啊，紧张。首先首歌单有特别曲吗？那些也算吗？什么是特别曲？没事，我不会来看你。哎、欸，吼吼，紧张什么？说不定姐姐都在看直播啊。姐姐，这是我们之间的小秘密哦。Hello， 暴力熊。噔噔噔噔噔，你的表现好妙，你的表情好妙。你真的很紧张，脖子伤口都没洗，我有洗，我有洗。拉瑞姐姐晚安 ，Good night， 大家晚安啦、啊。吼吼，是来看你趴下的，为什么我要趴下？姐姐有兴趣参与吗？有兴趣参与赌博吗？猜猜看，哎，这样姐姐不就知道了吗？说不上都放，说不上都放在 IT 公开了啊，不行，听到俊杰唱歌了是吗？俊杰唱歌第14 reset 有没有30%了？有1%啦，1%算吗？10%没有，大概8%，嗯，差不多。很恐怖你，很恐怖你。好啦，我今天直播差不多到这里了，我可能差不多要关了。我有点沙哑了。你的 Jessie 上线。我今天声音发生什么事了？Hello， 123123123456。
啊啊啊一一一五五五啊啊啊啊啊啊一一一五五哦哦嗯嗯嗯猪肝顶太久了。猪肝顶太久了嘛？好吧，关吧。对，差不多了。刚俊杰工作人员叫一大堆东西，谢谢 Lingo 的小辣椒，哇，好强哦！贪财贪财，真假的？早点关吧，明天工作不是很早吗？对呀。哎呦喂！好啦，那先这样，早点，大家也早点休息。谢谢大家周五晚上来陪我聊天。跳舞可以撑几分钟，现在还可以，我觉得我现在还行还行这样子啊，对，还可以还可以，嗯，好紧张哦，啊，乳腺很激烈，乳腺很激烈啊，好紧张，小王可以跳舞。晚安晚安，想煮煮，心情病毒比较适合，不会动作比较少，不会动作比较少是什么意思？三分钟吗？看来我演唱会那天可以在外面听录音，听得很爽。哦哦，林俊杰要开演唱会了，是不是？好的，大家我要关掉咯，我念榜榜咯，对哦，念榜榜时刻，我的网路宕机了，打不开榜榜，打开了第15名香，第10名吼，第13名乔伊。第12名志伟哥，第11名弟弟，第10名吉米猪猪，第9名林国宝贝蛋，第8名钟颖宝贝蛋，第7名大师宝贝蛋，第6名代妈宝贝蛋，第5名光泰宝贝蛋，光泰宝贝蛋是谁啊？第4名嘎嘎逼宝贝蛋，拍手以上拍手手，第3名一凡宝贝，第2名唐老鸭的屁屁宝贝，屁屁宝贝，屁屁宝贝，好可爱。第1名的泉，谢谢我们的的泉宝贝蛋，谢谢大家，你的称号真的很多，宝贝蛋幸好不是宝贝蛋。好可爱哦，谢谢宝贝蛋们今天来陪我聊天，谢谢小竹笋，今天依旧小竹笋哦，爱你们哦，谢谢大家，希望大家拥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好不好，然后大家最近呢就是年底了，就是车子要好好的开，慢慢的开，心情不要浮躁，当你浮躁的时候请大家一定要想起，记得原子主告诉你年底了不要心情浮躁哦，心情浮躁会不好哦，然后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启阳老师呢，就是他的12月运势，就是12月这个月的运势呢，已经在 Facebook 上面更新了，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哦，好不好？好的，像竹竹，哎，好恐怖，不要这样说，竹竹也要小心开车好不好，大家都小心开车，注意安全，不要浮躁，然后的那个什么东西偷笑，我差点说德全老师，启阳老师，启阳老师的十二月运势呢已经放在 Facebook 上面咯，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赶快去看，但他的 YT 好像还没上，他 YT 好像还没上，但他 Facebook 上了，希望大家会喜欢。Honey 跟你说拜拜。Honey 是谁？拜拜大家 ，Love you guys， 拜拜。关掉喽。啊，我真的没声音，我今天太累了。哎哎，我今天忙一天了。好了，大家拜拜，晚安。